现在我们本来是要去米马莱瓦上夜间探灵的，可是这边发生一点意外，就是不给我们进。那边一群的警察那边围着，就是封着路口那些，所以我们就找下一个地方夜间探灵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an Sat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内容比较特别，你看到知道啊，现在是属于我用着我的新相机 Night Vision，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来探险的是海伦岛尔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要体验一下夜间探灵，探灵的也要有诚意一点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带的东西只有这个灯，就很小的灯。当然要诚意呢，就加这个探鬼器。然后其实呢，现在还有在盯着那个听鬼的声音，可能下一集才会用到，所以请 stay true。 然后所以今天呢，就来探险这个海伦岛吧， Let's go。 今天呢，有这个是 SK， 然后这个是 Melo Bang 明义，还有你是永基。好，现在我们这里是海伦岛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就从那边进去吧。拍到的效果是这样的，但我关到 Night Vision 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。对，就是漆黑一片。OK， 然后现在我开回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哪里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是要上到最上面。Let's go。然后接着我们去上去先吧。这里都堆满了一些垃圾，而且我看这边还有积水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到了一间房间。这间房间很多涂鸦耶。然后这些墙上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涂鸦，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再上去一楼看看吧。哇哦，真的是要开点灯的，没有完全看不到路哦。上面铺了一个大洞，这应该就是那个天花板的那个雕像吧，我猜的。其实这边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种很冷的风量吹过来，不懂是不是阿飘们啊。然后这里就是废掉的厕所，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？没事，这里有把 key， 我脚应该也是中水渍了，我刚刚一直感觉那个东西是蠕动，他又去吸另外一边了。哇，冷静冷静冷静，来来一个人，来一个人，来抱不住，抱不住，还在吸着血。等一下、啊、他吸我、嗯、刚才有一个突发状况，就是我们探险探到一半时，有一个伙伴呢，他的颈项这边有一个水渍，然后其实呢这个东西是招不了家的，而且如果水渍的话应该会在脚那边出现，为什么会在颈项出现呢？就有点疑点啦。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爬去看看吧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这楼其实比较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小植物那些，所以照来讲这楼应该会比较阴啊。可是还有壁虎在上面呢。哇，然后你看这厨房，感觉好像被撩过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决定走去那个里面，然后我就尝试开我的探窥器吧。Let's go。好的，以我们的音色来一点探窥系列。Let's go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有一个飞机的图在那边，可是探窥器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啦。说实话，我们也感觉不到任何的风吹草动，有一点凉凉感觉都没有，这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给我，完全一点，证明这楼还不够阴啦。
因为我听米洛宾说，他的体质稍微比较容易感应到这些好兄弟，就体质比较硬，体质比较硬，比较容易惹上这些东西啊。这个掉下去，就十多半条命了喂！跟他讲话，把他的，这还是镜子哎。嗨，你好。然后呢，我发现这里一个小手印那边，对。OK， 然后呢，我想告诉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有看到什么呢，就直接告诉我们。然后现在我们发现，我们这样走着走着，基本上每一楼每一间房间呢，都大同小异吧？对，如果我们看到比较不寻常的、比较阴的，可能我们就进去探险或者探灵，看看里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吗？然后现在我们总结，我们最终目标还是去到最高一楼天台那边看到什么东西吧。然后呢，也是第一次用这个 Night Vision 夜间模式，就是第一次用嘛。如果还是觉得不够好，我会慢慢的进步，学好这个 Night Vision， 请多多原谅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吧。Let's go。滴啦啦。哦，然后这边是之前被 block 起来的，看到吗？这边结构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都要越过这些小障碍。我还是找了。现在我们到了一间完全漆黑的一间房间，给你们看里面情况怎样。还有点小灯。OK。这一楼是天台啊，这一楼是天台啊。对对对。所以感觉会比较阴啦，上面是放水塔，所以这个就天台了。对，然后发现地上还有一个衣架啦，然后现在我们就过去这边看看。对，这里就是天台，这边还有一些水桶什么，其实里面没有东西的，有一些小昆虫。如果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呢，就记得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一下，或者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也要留言让我知道一下，谢谢你们，然后我才知道我这样 content 适不适合啦。然后呢， Let's try。 因为现在我是完全看不到路啦，前方完全是黑的。Oh my god！ 所以我还暂时在原地这样看灯有没有跳。其实有没有跳我也是看不清楚哎。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对。怪事到了。地上都是一滩的水，不是有水就是有木材这些，所以不小心的话都会勾了跌倒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天台另一侧看看吧。那这一个 Follow me， 欠钱不还，干！来个感叹号在那边。坏事到啦！Steady Gang logo 就在这边。哇，这个也是很美哦。然后对面的那个海伦达温呢，就是上几个礼拜我就来探险过啦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，给安回去看看啦。我这样拍过去会不会拍到好兄弟呢？听听看，我是希望会啦。我希望会拍到那些好兄弟啊，有没有吗？有没有吗？植物都很茂盛。其实你们好奇为什么树会长这样？听专家解释，应该就是很阴的意思吧？哦，这个我听过，这是比较大众啊，比较大众的说法。哎，很西洋耶，这边的味道是，有一种水果味。可是我只是感觉到很香罢了，是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然后我还发现上面一只，你看，叼着一个铁匠下来吧，超级危险哦。对，可能是你的鞋。这边嘞，
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从另一个楼梯下去，然后他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塌掉的门吧？可是为什么门会在这边？而且看那边还有一些铁钉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又回到了最低一层，然后 SK 说还要去另一 block 看那个狗的尸体，应该是狗的尸体吧？对。现在说感觉到有一股很阴的感觉啊，估计可能是这个狗的那个魂在那一边，我们猜测吧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狗的那边骨头那边看看 ，Let's go。那个狗骨头在那边。OK， 这里一个狗的骨头，然后刚才我们在这里也会感觉一股很凉的感觉，而且我就时间看探鬼器能不能，不懂它还有没有在啊？可是它就可能，我们就怀疑这阵风可能，哦，来了，是你吗？我的毛是有点翘了，是啊，嗯，来给我多两个好吗？给我四格也好，请问你有在吗？我现在我的头脑是有一股很紧很紧的感觉，拉着，你有没有感觉一样吗？是身体冷冷，身体冷冷，是，好吧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OK， 我们开灯了。哦，哇。整个结构手脚，然后我们就掉下去吧。OK， 然后这次夜间探灵呢，我算是蛮成功啦，因为只带着这盏灯。其实所探到的东西也不多，可能只是那个狗的地方有三盏灯这样。其实刚才探的这动画是完全没有反应，我不懂为什么啦。所以刚才我们就去到那个狗的地方，真的是有点反应，所以我是蛮开心一下啦。OK， 然后这夜间探灵呢就到此为止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那就订阅、赞、分享吧，还有记得个小铃铛。如果不喜欢的话呢，那想办法吧。OK， 就这样，拜。